各位大家好，今日的星期三的萬不同集呢已經上載了，就是講淪陷或者半淪陷地區的公民守則，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本身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性，不是說一些緊迫的即時要評論的東西，所以其實我已經個覆稿做了很久，但是因為香港已經是正式淪陷了被一個專制極權，所以呢我們一定要認識改變我們的思維，去適應在淪陷了的地區怎樣去抗爭。那大家看回這個節目，不可以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特集一出了呢就不記得了，其實今天有一個正式的萬不同集，就是半淪陷區的公民守則的，咁就唔係好長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睇長，即係去睇咗佢嚇。咁唔可以即係因為睇咗呢個就唔睇嗰個。呢、這個係回應呢個林鄭今日下晝宣告撤回呢個送中法案嘅一個臨時特別嘅播出嘅節目，係2019年嘅9月4日星期三嘅晚上。我已經在面書做了一個回應，因為面書的觀眾和讀者和 YouTube 應該是不是完全是同一班人來的，所以我要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我這裡有幾點的，我重複講一下。第一呢，就是我用一個福爾摩斯的測試法，就是怎樣呢，就是用一些心理啊和虛實啊邏輯的分析，大家如果看開我的節目都明白了，就是當一個人表現得最囂張、最亢奮，或者大言不慚，講得最大言不慚啊，慚愧應該個字讀嚇，大言不慚講得最響的時候咧，就是他最虛弱、最驚的時候。美國的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而家即係嗰個能夠通過的機會就越嚟越大，咁咧《環球時報》就做咗好多姿態。嗱，《環球時報》又話人哋貨真價實嘅路透嗰、那個係假新聞，又惡毒攻擊香港好多人。我就唔明點解喺我哋一啲所謂嘅黃絲帶群組裏面有人要高度重視這個胡錫進的誠懇對話，這個只不過是一台戲，是吧？還有一個掛單《環球時報》的記者，其實是國安人員呢，在機場那裡鬧事，就是這個這樣的組織完全是黨媒的組織，所以呢我們要重視它釋放出來的訊息，但是不要真的當它是一個新聞機構。《環球時報》對於這個香港民主人權民主法案呢，他就說不怕，還有呢要報復，而且這個報復呢不單純在經濟和商業層面的。哇，那其實他哪有能力報復呢？他最怕這件事，這件事是直接導致他終於撤回這個法案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即是说其实他是怕，而且怕得很紧要，是他怕的是美帝，不是怕香港人，是吧？如果单纯香港人在里面反抗呢，他会赶尽杀绝的。好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留意呢，周围都是奸细，即是现在在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美国 Montana 的参议员 Steve Daines 我讲过了，现在在北京兜售美国牛肉，是攞緊嗰啲選票，是拖緊呢個特朗普政府的後腿，大家都是共和黨，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因為中共最叻咧就用利誘同分化，所以咧這個其實呢個民主人權民主法案究竟過唔過到咧，我都係50-50嘅啫。咁喺而家呢個情況，佢突然間因為佢驚啦，咁就做咗一個之前好硬好硬唔肯撤回嘅，而家都跪低啦。咁所以咧，可能就會喺後面 spin 一啲嘢，係阻礙呢個法案嘅通過。
所以我哋呢場國際嘅輿論戰咧就不能夠鬆懈。嗱，我其實冇把握通唔通過到，但係如果我哋而家一鬆懈咧，佢就可以得逞噶啦。好啦，第三樣嘢咧就係、香港好多 KOL， 我發覺咧一唔係咧就叫你妥協，叫你對話，係嘛？又散佈一啲話對方讓步嘅咁樣嘅消息。咁我唔知佢咩目的，我唔係佢，我點知咧？係嘛？我就良好嘅主觀願望去對待每一個人，即係當佢係好人先啦。即係呢個疑點得益係嘛？咁但係另外仲有啲 KOL 咧，就散佈一啲灰嘅、失敗嘅、悲觀嘅氣氛，係嘛？佢講一啲嘢你好啱聽啊，中共點衰啊，香港點慘啊，講完之後咧就令到你咧喪失咗鬥志嘅。咁就尤其是今日咧，佢已經反應咗啦，係嘛？那個短打嗰度反應咗啦，就話咧你唔好嘅，唔好開心啊！佢而家成佢會即係以退為進，要打你噶，佢會出呢個緊急法令噶。我話過好多次啦，緊急法令係一隻紙老虎。再講一次，緊急法令係一隻紙老虎，佢推唔到嘅，佢亦都唔想推。技術上係違憲嘅。在香港推有很大的障礙，但是如果他千辛萬苦推了出来呢，他在國際關係那里呢就會崩潰的了，就这个七國聯軍呢就會將他打死的。他现在这么怕要撤回，他已經跪低了，不是向香港人跪低，他是向國際的壓力低頭，是吧？那他又怎會推这个緊急法令呢？其實而家冇緊急法令，個警權咁大，已經根本係不受控啦。所以咧，我諗大家唔好俾佢轉移視線，亦都唔需要悲觀。我哋覺得啱嘅就要做，係咪？無論將來係成功失敗，都一定要做。唔通計算過係唔會成功？咁但係我哋又覺得佢唔啱、不公義，咁我哋係咪投降啊？什么叫宁死不降啊？什么叫不自由无宁死啊？是不是美国、英国那些争取自由的精神去了哪里？我们的普世价值是要计算过一定有把握赢我们先打的吗？那场仗没有这样的事的。但是即实话实说，现在根本的形势对对家是没有利的。所以不要即是被一些人吓窒，亦都不应该有一个消极的灰暗的悲观的情绪，是吧？我想这些人呢就是表面上有光环很正义，其实就害着我们的运动。好了，第四样呢就是说，我不想在这个当下听一些什么我没有敌人啊，我没有仇恨那些说话，因为现在坏人是没有受到惩罚，公义是没有彰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血洗血，以眼还眼，是吗？我们一定要令到那些犯下战争和反人类罪的那些坏人，包括警队里面和外面的人，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这件事未达到目的，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是吗？我昨天的节目讲过，就是我们要，我都不记得是昨天，可能今天的节目都有讲，就是说我们要用回这个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那些战争罪行的罪犯的例子去勉励我们自己，我们要他们受到审判制裁和惩罚。第五点呢，就是香港其实已经沦陷了，所以光复香港呢是我们所有香港人的终身奋斗的目标来的，我们是没有退路的。现在我们即是这个就是五点我在面书里面摆了出来的我的回应。我们看到呢，林郑这个录音呢其实已经暴露了一国两制是荡然无存，是不是？他无论怎样解释都解释不到，林郑为了一己的利益呢就妄图呢帮自己洗底，但这件事你看到是失败的，我们不可以放过林郑月娥，是不是？但另一方面就話佢鬼拍後尾枕講咗個嘢咧，其實咧係將
中央政府的丑恶真实一面暴露于世人面前。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不可以要，如果他说的事要是就是林郑说大话，那我想中央要处理这件事。但是如果他说的真话，就说他辞职与否是身不由己，这个不是国防又不是外交，即是说只是单看这个事例，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看到 G7 和美国英国，他们是高调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要尊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实践和执行。如果现在他们这样破坏一国两制，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是吧？我们看到周庭被 DQ， 现在法庭上诉呢是判他胜算。那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践踏香港内政，即是说以中共的说法呢，经常有说有人伸出只黑手去干预什么什么什么，是吧？那我想说这些完全不是香港的或者中国的国防，亦都不是属于外交层面的事，全部是香港的内政。唔该你中南海北京缩返你只黑手，如果你唔缩返你只黑手，你公然践踏中英联合声明同埋一国两制，而家嘅国际形势改咗，我哋一定要努力令到佢受到裁决，同埋逼佢缩返嗰只手。我要同大家讲下一啲历史，喺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是主动挑衅发动内战，赤化全中国，但是他用一个虚伪的面孔蒙骗了杜鲁门总统和后来成为调停人的当时的美国的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后来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呢就来到中国，是想说不偏不倚地调停国共的纠纷，就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就马歇尔将军、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得力亲信张群，在这个三人小组里面，当时周恩来所做的台戏就是跟现在中共那些一模一样，讲一套做一套，抹黑对手，就自己呢就暗度陈仓，两面派伪善，就完全呢是讲大话不眨眼，中共在这方面的本质是没有改到的。那所以呢，香港的光复呢一定要靠国际强硬的制裁，五大诉求就缺一不可。这个软化是现在他处于一个弱势，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诚意去真正看香港人的诉求，是吧？临到节目之前，结束之前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监警会加两个人，加个黎清平，加个林定国，你是不是当香港人全部都是白痴啊？不如你加个曾树和下去好不好？加个吴秋北和陈勇好不好？是不是？你加十万个都没用啊，这些人。如果香港的警察仍然继续在街头施暴，如果香港的人继续这样被残酷的虐待，同埋香港的年轻人继续牺牲，我哋是不可以放弃的。无论未来是几艰难，此仇不共戴天。我其实不用怕的，为什么怕呢？他是不会有紧急法令，不过他那个凶残和邪恶的本质呢是不会改变。我哋要救香港，就一定要同外国势力合作，而家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临尾都是这句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得到欧盟或者 G7 和英美的撑，另外就是这个美国关于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这些呢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大家继续努力。
萬事小心，香港人加油。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